真是来了，感谢超级留言。等一下，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还死了？你干嘛？你有什么毛病吗？都放好了，上来。你有看到这边有压力板吗？嗯哼，怎么样？生成任务的？你刚有用吗？有啊。你菜比吧、啊？没有。我们正义猫猫多少级了？60多级了。你现在才知道这个东西干嘛？是不是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每次都是我在用啊，你都是坐着在那边等混吃等死啊。躺在床上在那边吃饼干，饼干全部都掉在肚子上。都知道哦。那、你说哪里有任务？啊？你不是说什么？外面箱子。那不是早就有了吗？那不是第一次1.13就有了。还有新的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嗯，哦，正义猫猫通讯，求救讯号，请到坐标100580，有收到讯号。嘿，100580，我们的正义猫猫不晓得为什么获得了一个这个通讯。好。哦、看一下哦，来自正义工会的新任务。工会区域是旧的区域，新的区域在这个外围都是新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已经有新的区域了。然后什么叫做怕他们回家了？好老公没有跟着回家，就是这个啊。我看一下，我在想，就是我想的那样子。守卫吗？对，妹妹，你看我们的哦，我们的。回来了，妈妈好碰。楼上的那个泡泡也回来了。楼上的那个不回来，其实也没有关系啊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泡泡二号。哎，没事。好，那看来我们今天的工会主线任务就是这个求救序号了，好不好？居然有求救，我们当然要前往。好。怎么了吗？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你说，就是我身上没有面包了，然后这个给你。哇，这真的很重要。没关系，等一下出门前我们会收集一下食物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干嘛？稍微看一下我们的新放的任务。对，我们前往新的坐标。哎，这个任务当然也是有啦。正义猫猫更新到 1.13，连续打下来了。我又看不到头了。有，和妈妈一起参观新的更新内容，这其实上次我们就有稍微参观了，对，所以这任务是可以完成的。然后呢，我看一下哦，3天不睡觉会出现夜魅，它会掉夜魅魔，那可以酿缓降药水。我觉得这个任务我们也来挑战看看。好的。反正我们本来就不睡觉啊。对呀、啊，我们不想挑战都不行哎、欸。可以，感谢超级留言。哦，蓝瓶说这不是任务，那只是告诉我们没关系，好不好？这个也可以当任务，妥。好，那为了帮助妈妈这个。挨饿肚子的家伙，对啊，好饿，快点，饿都不能走了。蜘蛛眼我觉得不错吃哎、欸，妈妈。你吃啊，不是我。蜘蛛眼我觉得不错吃哎、欸，妈妈。你吃，我没吃过，我觉得很难吃。我觉得那还不错吃啊。我觉得那很难吃。我觉得那个可以让你养颜美容。啊！好可怕哦。有什么好怕的？香山来啦，我帮你准备面包。哎、欸，你真的很会吃面包哎、欸！我哪有？你根本就是面包怪兽吧？我想要哪有？你才面包怪兽？来啊，面包怪兽你在哪？我在这。也真的。面包怪兽在这里，大家看到了没？面包，面包，怪兽，不啦，全部给你，太多了啦！感谢超级留言，我的功耐久还多得很呢，这个可以射上百次啊！我在那
了。那你酒还有64，对不对？绝对够，绝对够。哎，出门前我可以做一件事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可以？我就问，我在寻求你。那我就跟你讲，不行。哈，我都好好跟你说。我也好好跟你说啊，难道我说话就不是好好的说吗？好，是是是是是。为什么这里的地感觉变了？什么地？那个啊，药水区为什么？药水区怎么了？上来的路啊，我记得之前从来没有这样子改吧？看，看，就多了另一条路。你是不是偷偷来？什么东西？我看一下。你看呢、啊？你看，你看啊！我复原。哦，你干嘛复原？你要等我看了。啊对啊，我等你看啊，所以我先复原呢、啊。我刚刚把它打掉一点了。哦、你等一下再帮我把它弄好。为什么了？哦，不要了，我觉得这样子很好，好吗？我觉得这样非常好。为什么？这样上不去啊？我想要喝。你下来，你下来，你下来。我想。你这样都上不去了、啊。哦，对，为什么？他打我！他没有，他那是跟你问好，不是每个都是打。嗯，你怎么？哎呦，没事，好不好？为什么要打我啦？我怎么了？你坏坏啊！我什么都没做好吗？好了，妈妈上去，上去。我要喝水。晚一点呐，先上去啦。你妈妈你怎么不见了？妖怪，你怎么不见了？喂喂，妈妈 ，Moki 啊，妈妈 Moki 啊，哎哎，要什么？我怎么了？今天没戴眼镜，看不到路。嗨，你什么时候要上来？你在干嘛？你像史莱姆，忍不住就是打了他一下。哦，狗，你怎么在那？过来，我来了。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狗狗在这，你先别上来，我怕它咬你。它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它下去了？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，你可以上来了。变化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哎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在测试，他们都说这弓快坏掉了，实际证明给大家看有没有，它还可以射很多下，完全没问题。我好想哭，想哭但却哭不出来，因为眼睛不开。来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100580。1580，要走了吗？走的好啦，因为不晓得会遇到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用走了吧。好，那我们走之前是不是应该要那个一下？干嘛？你觉得嘞？我怎么知道？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我不应该这样子用的。等一下哦，我都忘记了。什么？确认一下我们的书啊，我们的技能书。哦。Skill book， 真的，我们的还好啊。正义猫猫技能书，嗯，现在回家猫猫应该正常的啦。就之前我们不是1000，现在应该是了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是了是了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没有跟着一起走？我不知道啊，你按错了吗？哦，他还自己哦，不要自己回家，猫猫啊！我们一定都是范围的，这你总跟着吧？你也没跟，害我还狗狗死掉。回家猫猫就是要一起来啊！我傻眼，就是应该要一起来啊！欸、你好厉害哦！走了我、哦、回家猫猫需要测试吗？妈妈我受伤了，我受伤了。
我刚刚这样子回家猫猫，然后不小心摔到了。啊！妈，你怎么死了？嗯哼，都没有洗。不是，你刚刚不是都放得很好？哪有人来那么多次的？而且为什么你摔那么痛啊？我不知道，摔了七滴血。七滴？妈！难过，不要让妈妈死掉，by John Han。我也没有想到妈妈会死啊！你不是都表现得很好吗？我也觉得我可以放得到。我还想说要看你秀一波哎、欸！我，没关系，再接再厉，下一个你会更好。欸、哇、欸，你看这个铁卡，我的，我搞定了！你怎么会飞那么远呢？怎么不知道？你的稿子好猛哦！怎么啦？弹超远的、欸，可以不要吗？啊，不是感冒，只是过敏。感谢超级留言。好了，妈妈，赶快，我们要准备出发了。等一下，都已经夜晚了。好啦，欸、对，为什么晚上啦、啊？你干嘛、啊？哦，啊，不是啊，因为我们太久了。就晚上了，赶快哦！要100、150、180、150、180，一百有点远哦。这里，哎、欸，这里，哎、欸，这里，哎、欸，我们试试这里那个八零，对对对，那个旧的村庄那里，旧的村庄，嗯，我们要走喽、欸，我走起来了，你有没有跟着走起来？没有，你等我。走起来了，晚上了，等一下那个怪物就出现了。我知道啊。那你还不走起？我走起啦，走起，好不好？那你等我一下吗？一下，好。太快了啦！要多急哦。等我。好，等你。没有，我在担心天空有来啊。哦，对哈，晚上会有那个。都会啊，你怎么这样子？我怕你射我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我跟在你后面，跟着你走。啊！不要！150、180，跟着妈妈走。100是不是？没错。150。有，我有跟到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！很痛，就怎么？你反弹我傻眼。我碰一下你，跟你讲，我到了。嗯。我有紧紧的跟上你。嗯。喂、欸。走。你为什么都要放火把？我想插火把。哦，没问题，你想干嘛就干嘛。哎呦，这么刺激哦！哎，维修，我妈妈都不会摔到，我更不会摔。对，拜托啊。这边吗？不对，这边。连这样的妈妈都没事。580。上吧，妈妈。你在哪？我在水底啊。阿弟，你在干嘛？你不是要打吗？不想打，打！因为我在水底看着、啊。好打！没问题，你拜托，哎、欸，你是妈妈哎、欸，完全没问题啊！有，我看到，看到你的英姿，非常的不得了。这好多鸡哦！狗狗给。150、180是在新来旧的、啊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这个书我看的是懂啦，只是我不想要直接告诉大家。哎、欸，你都不等我，